主料：黑花生20克，红豆20克，黄豆50克。辅料：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黑花生、红豆和黄豆提前一晚上泡发，将泡好的豆子放入豆浆机中，按下5股豆浆键，豆浆机报警后即可倒出，加入白糖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：豆子不用泡，直接打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